琉璃厂东街。Yeah. 古色古香的，还蛮不错的。哇，这个手鬼太大了，你知道？来一段吧，心仪，来一段。这叫秦，秦庭，秦朝那秦，不是秦始皇，不是秦始皇那秦，不是秦秦。是秦琴，是秦琴。这个实际上京剧就使这个。啊。这个一个全音，这个根本就又回去高音了，好奇怪哦。啊，我来试试。哦，不错耶。啊，心仪，心仪，快来！这个好，哎呀，这个好。什么皮影啊？皮影啊，就是里面都是皮影啊。啊，是哦，这个皮影超酷的耶。杨贵妃，哎，杨贵妃，哎，你看，杨贵妃好瘦哦，怎么？杨贵妃怎么那么瘦？玉环，你瘦了，玉环。谢心仪最适合穆桂英了，因为她一向都是女打仔。我今天来采风，风也挺大的，真的有采到风。还吸到不少风。我找到了胶的笔，可以送给张璇。这是骆驼的骨头，哎，数字排数是一样的吧？一样啊，一样的，144的。哇，好适合哦！干嘛这么配合？这个啦，这你一定知道。欢迎张飞。阿福想买福啦，这个你们很适合哈。哦，你已经写完了？对，这写完了。不，他有只，你录吧录吧，他有问他写，我再写看。哦，好啊，这个好漂亮啊。对对对，他说他写了73年没有间断过。我现在79岁嘛，6岁写字。73年，所以79岁，所以他6岁开始写。6岁就开始写嘞。基本上我是想要带一幅回去给我的外公，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字画，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拿到一定会非常开心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就让我们拿了这个走了。哇，超酷的，你还用跑的。有前海、后海、西海，这三海总称叫什刹海。这个什刹海古代是通往京杭大运河的。有鱼吗？哦，有很多的鱼。这是琉璃瓦，它是金色的，只有皇宫庙宇寺院才能有这种金色琉璃瓦。清晨上站在春梁，欢迎，嗨。就咱们这个九门小吃啊，它是咱们北京啊比较有名气、有最有特色的。北京啊，北京京城最好的一个小吃。我们现在在定位我们这个所在的位置，我们在小沙土园，在宣武区，是在某一条巷子耶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小沙土园。哇，天哪！哇，这也太……在北京要认得路真的很难呢。对啊。哦哦，我们会把小吃点成大餐的。床前明月光。哦，疑是地上霜。床前明月光。来份炒饭吧。因为我就对那四个字印象很深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炉煮火烧。对，炉煮火烧，忘记为什么了。对。这上面是什么？它的果料，桂花。桂花。哇，皮儿。哦。豆汁胶圈。麻豆腐。啊，豆汁儿好。
炸灌肠，店里自己做的哦。对。好。你要炸不来一碗吗？热乎的。哇，他们的声音都非常大。我们团最爱吃的。是酸的。喜欢吗？习惯吗？有点像酸菜白肉锅底，觉得像火锅锅底，他觉得像酸菜白肉锅锅底。哦，好吃哎，这个都没有在管它，就纯就酸酸的味道，有点像优酪乳加绿豆汁，然后再加一点豆浆，再加一点牛奶。快快快拍戏了，喝的时候的表情，好酸的。欢迎各位贵宾来九门小吃店就餐，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炸灌肠，这是肠子，这不是肠子，这是素的，素的很好吃，就有芝麻的。这会儿挂了，有没有？那很好吃哦。嗯 ，I like it， 尝一点，好好，是油大微胖，它是有油，这好吃哎，这就是重点了，各位啊，这个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，炸酱面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我很会拌面，真好吃，嗯，好好吃哦。趁机学一下京戏，但我觉得可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京剧，真的太酷了。